在行走中观察，行走中观察，在触摸中感悟，感悟，在跨越中思考，听世界。战国群雄，诸侯乱战，百家争鸣，礼崩乐坏，风出病作，众说纷纭。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，聆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，见证一个又一个热血的英雄。上回说到，吕不韦正为张唐不愿意出使燕国头疼呢，甘罗来说他行，而且还讲到了当年春秋时期项陀舌战孔子的事儿。吕不韦一看，耶，自古英雄出少年呐，不错啊，这小子，想想他爷爷甘茂，那也是秦国一代名将，所谓将门无虎子啊，这当孙子的应该也不错吧。行吧，死马当成活马医，就让他去试试。甘罗奉了吕不韦的命令去说服张唐，准备向当年的项陀学习，去吓唬吓唬这个张老头。到了张唐家，张唐听说吕不韦的门客来访，心里稍微一盘算就知道，这一定是吕大人派人来说服自己了。吕老板能派哪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说服自己呢？心里一直在打鼓，连忙出来相见。一看，呀，只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，心里就有点不高兴了。吕老板呢，吕老板，我为秦国打工也算几十年，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了。哦，你想劝我出使，这事儿吧本来就好商量，但你现在派个黄口小儿来做我的思想工作，这不纯粹是在侮辱我的人格吗？于是乎，在心里问候了一下吕不韦的祖先，张口就对这小孩说了：“你是相府派来的，你来干什么？你能干什么呀？”甘罗一看，哟，张老头态度很傲慢嘛，知道对方是肯定看不起自己了，于是张口就说：“哟，张大爷，我来看看您的后事准备的怎么样了。”张唐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心说这孩子谁家的，这么没家教，会说话不会啊？当时就喊出来了：“嘿，你这小孩子，会说话不会，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我家又没死人，哪来什么后事啊？”甘罗听了不慌不忙：“您说的对，现在是没有，不过很快就会有了。”张唐更火了，正打算招呼自己的家臣把这个小孩给赶出去。甘罗笑着说：“我这可不是胡说啊，您听我讲清楚原因就知道了。敢问您老人家和当年的武安君白起相比，谁功劳更大呀？”张唐听了心里有点发毛，这小孩问这样的话，别是吕老板有意派他来试探自己口风吧？哎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说错了可能要命。赶紧把怒气收回来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武安君英勇善战，南面攻打强大的楚国，北面扬威于燕赵之地，占领的地方不计其数，功绩彪炳，我怎么敢和他老人家相比呀？”甘罗一看，啊，这老头子有点老实了，赶紧趁热打铁：“请问应侯和现今的文信侯相比，谁更专权呢？”在这里解释一下，这里的应侯指的就是秦国上一任的相国范雎，而文信侯说的就是当时的相国吕不韦。张唐一听心里就乐了，小孩就是小孩，
问的问题就是没水平。当年范雎在位的时候，我家大王正当壮年，现如今吕不韦当权，秦王可是个孩子呀。相比之下，那当然是吕不韦更专权了。那况且你是吕不韦的人来问我这个问题，就算吕不韦不强，我也得说他是最强的嘛。甘罗见张唐已经掉进圈套了，追问一句，你真的知道当年的应侯不如现今的文信侯专权吗？张唐就说，当然了当然了，这还用说，没二话的。甘罗笑了，将军既然知道，你为何还推辞不去出使呢？这正是我认为你家里即将办后事的原因呢。换句话说，我这一趟来就是为您本人吊丧来了。说完不等张唐有反应，脸一板，甘露非常严肃地指出，白起当年虽然厉害，但应侯范雎让他进攻赵国首都邯郸，他认为难以取胜，不肯受命出征，所以被赶出首都咸阳七里之后，被应侯派人赐死，死得很难看。如今您的功绩不如白起，而当今相国的权势却胜于当年的范雎。现今的相国吕不韦请您去担任燕国的相国，结好燕国，你却装老乌龟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你会死在哪里，是在咸阳城郊的七里外呢，还是八里之外呢？张唐听了，心说，哎呀妈呀，这小孩说得太对了，背后的冷汗就冒出来了，神经也一下绷紧了，赶紧对甘罗深深地鞠了一个躬，说，刚才失礼了，请多担待，还请客卿赶紧帮我求情一下，让相国赶紧安排我去吧。甘罗高高兴兴地回去向吕不韦复命了，而张唐就在家里伸着脖子等着出发去燕国当相国了。甘罗把情况告诉了吕不韦，吕不韦自然是很高兴，想不到这孩子真能办事儿。可甘罗又改主意了，相国啊，张唐虽然不得已答应去了，但是他经过赵国的时候，他还是会遇到麻烦的。赵国人以百里之地悬赏他的人头，恐怕这也不是一时能说得通的。我想，相国能不能让我先替他去赵国走一趟呢？按甘罗的意思，派张唐去燕国做相国，也只不过是政治谈判上一个筹码而已，干大事儿还得我这小孩亲自出马的。吕不韦一看，咦，这小孩不仅能干，志气也不小啊。况且通过张唐这事儿，他算是知道了将门确实没有虎孙呐。想了一下，答应了，把这事儿禀报给秦王，说甘茂有个孙子年方12，在自己的门下，出身名门，工于心计，能言善辩，这回张唐不去，不如派他去吧。秦王嬴政当时也就10几岁，一听同样是10几岁的小孩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，专门叫甘罗来见。没过多久，就见殿下走进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了，秦王看了心里就喜欢，就笑着问，就是你想要出使赵国吗？甘罗答道，回大王，是的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你见到赵王以后会说些什么呀？回大王，我要看他的神色，相机行事，不知赵王反应如何，我也不可能确定我说什么话呀。嬴政一瞧，哎，这个同龄人对答如流，口齿伶俐啊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呢。那行，准奏。就这样，年方12岁的甘罗就坐着秦王给的车子
领着秦王赐给的随从，带上小孩吃的零食，昂首挺胸，浩浩荡荡的就向赵国出使去了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，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谢涛有声历史剧《三国到明清》已经正式上线了，用超过4000集的体量，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一直讲到明清两代，承包未来您10年的历史学习，只需要搜索谢涛、听谢涛、三国到明清等等等等关键词，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都能找到。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 VIP 社群，在群里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，各种福利优惠活动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，请扫码进入我们的 VIP 群吧，入群的二维码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，可以保存二维码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，这是最快捷的方法。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，添加时请备注加入 VIP 群，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505，加了以后他会拉您入群的，不过你懂的，加的人太多了，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。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群里等着你了，要不咱们约一下。